好，大众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哦。好，我们刚刚同学问了一个大家在问的问题，就是世俗。我想说政见也可以分两种吧，哦，就是世俗的政见跟那个出世的政见。那么，因为我们佛是跟印度的古文明哦，那关系是非常深的啊。那古人对于人生的观点不跟现在的世界观，它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啦。这个是也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哦，尤其在这20世纪，20世纪是人类转变非常剧烈的一个时代。那这个时代有人形容说是充满希望，也充满绝望，因为在20世纪打了2次世界大战了。哦，我想说各位的父母哦，那一辈，他们是很多人就是小时候没见过几辆汽车，结果等他老了哦，满街都是汽车。你可以想象那一种剧烈的转变吗？哦，那这个带给我们的冲击是非常大，尤其是电视机的发明，那种世界观的传播哦，无远弗届。那以前古代我们会深信影响我们命运的是，比如说是道德啊，哦，那绝对是哦，就是有理行遍天下嘛，哦，因为所谓的天下也是自己熟悉的乡里啊，所以当然是有理走遍天下嘛。但是现在呢，现在我们是一个陌生人共处的时代，然后是一个物质文明异常发展的时代，哦。同样是穷人哦，如果你在100年前你当穷人，跟你现在当穷人，你的生活水准还是不断的提高啊。所以这个情形在18世纪的英国就有了，哦，就是当时候英国的福利政策，这个大臣做了一个调查，他们认为不需要太多给穷人东西啊。那么各位看那个18世纪、19世纪那个英国那个悲惨的那个，我们看那个什么奥利弗·推斯特，就是《悲惨世界》啊，你们有听过这个小说吗？那个时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啊，那个时代的妇女哦，那时候没有什么童工的保护，就是人很小就要工作这样子哦。然后那个当时候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啊，他就是一个小朋友，他去挖矿嘛，然后全身脏兮兮的，他拎一块面包就躺着就睡着了。这样，过去的人工作十几个小时那是正常的，然后那时候的妇女哦，失去土地嘛哦，因为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就到城市变成工厂的奴隶嘛。他们在工厂哦，早上他就喂自己的小孩吃鸦片了，因为他们这样可以睡一整天，那他一整天就可以，这是真的哦，马克思，对，那不是，那是真的是喂毒，不是喂药，那是一个悲惨的时代啊，那是《资本论》发源于这样的时代，那你可想而知，我们人经历的文明哦，有。在这等于这是3、400年间，资本主义爆发，我们人大大的改变人的生活方式。那这种倾向于唯物科学的观点哦，我们在思想上，我们认为我们现代人做了一次大跃进啊。那如果熟悉这个熟悉佛教史的同学啊。你们应该都会有一种发展的观点哦，
尽管真正的历史不一定是一种线性的发展，那但是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历史，会使得我们的历程啊变得有意义。如果说佛教的思想是根据时代背景而有所发展，那特别是我们现在学习的中观学都是非常非常应该是非常重视方便。我们说的西坛啊，因为像我们今天要讲的观法品啊，那是佛教的圣意，对不对？佛教的圣意不可言说，但是为了要接引众生，必须方便说。所以我们十八品观法品会讲那个真实的方便全说，有一切实非实，非实非非实，是名诸佛法。那既然 佛法有这么多的表达方式，都是为了要去除众生的自性执，勘破无明，就在我所，我们能够离我所执，这样就能够悟入法性啊，这是一个目标啊。那这就涉及了我们怎么跟这个时代的人宣说这样的真理。我们需要一种说法啊，这种说法绝对不会是绝顶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中观学派它就是一个世俗那个所谓的大写的真理啊，就是佛世间人说有我就说有，世间人说无我就说无，佛不与世间争。所以我认为呢，在世界观这一方面，佛是不会与世间有什么争执啊。比如说我们他会说这个地球是圆的啊，然后太阳绕着地球绕着太阳转，对不对？尽管啊，谁绕着谁都可以，对不对？我们说过这件事嘛。但是呢，佛不会特别去讲一种啊我们不理解的世界观，因为那没有意义啊。世界观呢，我们可以说是随缘而现哦。但是这个随缘不是一个一种像因果法则这样哦，就是你有什么条件就会现什么，是像数学一样准确？不是，它是不决定的，不决定，它是假名的，假名的施舍，是人的施舍啊，所以我们需要一种适合现代人的目标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灭谛啊，那么在古典的印度说这样可以出轮回啊。但是出轮回已经不是现代人的目标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注重在他现观能够去烦恼这个这边的内容必须要更充实啊。否则你怎么能够体现你所谓的真理啊，是世间需要的呢？对不对？就是说你的内在有一种神秘经验啊，但是如果它不能转换成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有利益的东西，那它又有什么价值呢？对不对？就好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只有你知道的事情，就是私人性的嘛。私人性就是你高兴就好，因为跟我无关嘛。可是如果当它是法性的时候，那就隐含了一种公共的真理啊。但是这种真理不是强迫性的啊，这种真理是以解脱烦恼为目标的。那至于这样的烦恼解脱以后对我们的公共利益有什么帮助呢？这个就是我们佛教徒必须要去说明的事情啊。这样的我认为啦，佛教的烦恼的解脱必须要反映在哪里呢？反映在戒跟慧。戒律就是我们的道德要求，或是道德实践，不是要求，我们的道德实践。就是佛教徒你
老是只能做放生，那我觉得是不够的啦。哦，就是你的戒品，还有呢，在于你的慧品。哦，世间的正见哦，应该说包含了科学。那我们的那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就有一位数学家嘛，啊，这个都是古代没有被重视的东西。那现代21世纪有一种20世纪的禅复兴运动啊，那一种复兴运动是基于什么呢？就是20世纪西方文明的陨落，然后这些西方人呢，希望在东方找到精神的家园。于是就把神秘的东方打扮成他们要的浪漫主义啊，哦，那已经跟古典的禅已经有距离了。现代你们在那个，现代流行的这些禅法，都多多少少都混淆了一些心理学的目标跟技术啊，哦，那追求的是什么呢？追求是一种良好的自我接受，那跟佛教的目标。会一致吗？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哦。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哦。然后我们可以有的态度哦，有人是有这样的佛教徒哦，他是比较复古的，那他会觉得现在人的堕落就是不够纯粹啊。啊，那这样通常会带领一种急证的精神啊，就是我们要急于求证啊，那急于求证，那就是通往出世间嘛哈，那这跟我们的观法品都有关系呀。急于出世间，你就越离世间嘛，越离世间，你就越私人性、个人性，越跟公共利益无关嘛哈。那这种宗教就是一种。他没有公共的发言权呢，就是我们不需要在公共的场合去讨论佛教有什么立场，佛教就是佛系，就是不对世间采取任何立场，没有意见，那什么样都可以，啊，那我觉得这样的宗教是很难立足于现代社会，现代是一个传播跟民主的社会哈，民主就是要关注我们的公共议题嘛，这是一种态度了哈。然后另一种就是我所讲的哦，就我们是不是可以寻求一种适合现代人的，从古典的这些教说里面去发展或是发掘出来适合现代人哈？这个说法是。应顺法师啊，哈，太虚大师，甚至我们说那个四个山头哦，每个人都在抢那个人间佛教的发言权哦，就是谁才代表人间佛教啊？但是人间佛教应顺法师有说过，他绝对不等于世间的慈善呐，但是也是必须从慈善的事业当中表现出佛法的精神啊。那这就是。我感觉人间佛教是比较有潜力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很聪明嘛。我相信各位跟我们都不太会，因为现代的那一种我们可以讲就是那种批判的精神比较旺盛嘛，哦，传统的权威慢慢在式微啊，哈，几乎我们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问的，知道吗？哈。就是说，没有那一种纯粹的出世间啊，各位有一种各位听过那个隐士知道吗？隐士跟隐者是不同的，你们知道这两者的差别吗？隐者就是你一辈子你死在山上，大概只有没有人知道的那个叫隐者，而你在世间不会有什么影响，几乎不会起任何的涟漪，对不对？但是隐士就不一样啊！隐士的前提，他必须是士，他必须有士的关系呀，有士的身份，然后再加上他又刻意的去拒绝一些出世的机会，这样你就对
整个政治跟人群有影响力。谁才是？那影视不就是一种，我们讲就是一种行销，一种形象，知道吗？哦，所以这些影视是一个很高端的。那个道家也是一样哦，道家它是一个归隐的学说家哦，就是它是两种身份的结合。我们现在的禅师也是一样，他一方面他是一个禅坐的号耀者，一方面他是一个宣传家，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这一点。好，那个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这个，有趣的观业品哦。好。观业品，这一品哦比较长啊，那它有33偈，那第一偈呢，其实应该放到11偈啊，这个我们有讲过，就人人强福心，利于众生，四名为慈善，二世果报种啊，好，我们把它放到十一。好，那第一颂应该是大圣说恶业，施与从师生，事业别相中哦，这样够不够大？可以吗？好，事业别相中，种种分别说哈，诸业如何感果？大圣说的根本业有两种，一种叫施业，一种叫施以业哦。那施是什么呢？施是意志。是推动内心的造作，意志是一种心所。好，那从思虑到决定，进而发动身口的活动，所以思是业的动力，就是我们会发展出身口的行为，是靠这个思啊。所以思是一种意志，意志的表现于身口，就是思跟思以业。好，那思跟思以业的分别又广分成3业7业，都是从这2业来的。就佛说思者，所谓意业是所从思生者，即是身口业。佛说的思业通常讲的是意业，从思所生的业通常讲的是身口二业，也就是身体的动作与语言的全表。所以二业开展出来就是3业。那身业及口业，作与无作，如是事之中，亦善亦不善哦。身有作业、无作业，口也有无作业跟无作业，成为事业。那作业跟无作业，也就是表业跟无表哦，就是正在身体活动、语言谈说的时候呢，此身语的动作能表示内心的活动。是身口的作业，因身口的造作升起一种业力，能感后果。它不能表现于外，故名身口的无作业。不管是作业或是无作业，都是属于色法的一类。在这四业类当中，有善跟不善，而善不善业呢，又各自有两种，一种是自己造作的时候产生的业，另外一种是别人在受用的时候也产生了业啊，就例如甲以财物布施乙，在甲施乙的时候呢，成就了一种善业；那乙在受用的时候呢，甲又得到一个善业啊。像这种业的理论就比较朴实啊，就跟我们的常识接近啊。但如果你要把它形而上化，就比较困难啊。就乙受了以后，你为什么会影响到你呢？这个影响就是我们必须要跨越人跟人之间的隔阂嘛。为什么你的受用会跑到我的心事，或是跑到我的身口来，给我一个无作业？这是无法说明的。所以这当然这种说法比较符合我们的常识啊。如果而且很重要，如果我们佛教徒都是做了以后我就有善业，根本不管那个，比如说我放生，我也不管那个放生的鱼愿不愿意啊，我放了我就有善业啊。但是你看嘛，古典的说法虽然在形上学没有办法说明，对不对？但是是符合我们的常识啊。你的造作还要是不是成就善业，
跟别人的受用有直接的关系啊。哦，不是说，比如说医生开刀，对不对？你会痛嘛？哦，但是对长久对你来说是有利的，这种痛是有利的，是为了要救你的命。那医生不会得恶业啊，对不对？哦，那我们虽然讲这是常识，但是你把它放到形上学哦，它就变成一个没有办法用一种机制去解释的东西啊。对不对？哦，第四呢，从用生福德，最深亦如是，即思为七法，能了诸业相，身口作无作，善不善与思，何为七业？哦，这个我们别的义解我们就不说了，哦，这个是应顺法师的解释。那作无作的善或恶，不仅在内心的思虑，也不仅在身口的动作，还要从所造成的作用怎么样影响对方，使他人得何种受用而定。善业如布施，绝不单单做布施想，也不单单是手把财物丢出去，必须施给人。人受用，人受了受用快乐，受者能得到好的受用，所以成为善的福德业。恶业呢，如杀人，他人受痛苦以致命绝，所以也就成为罪业。业力的说明要讲这七种哦，内心的动机表现于身口的动作，以及因此而起的无作，还有影响他人而成善不善的分别。明白了这七业，佛法中说的种种的业就能够正确的理解。好，第五，业助自受报，事业即为常，若灭即无业，云何生果报？你说的这个业的分别，不管你说的二业、三业或是七业，我们如果是如幻的缘起，假名的缘起，那么是可以有的。如果你主张是实有自性，这就不对了。若说业是实有的，能感业的果报，究竟是业助受报呢，还是业灭受报？业助就是指的业力存在不失的意思，从造作的业以后一直到感果，这个业力都不失，就是它变的。如果是这样，业就是常住。那如果常住呢，就违反了佛说业行是无常生灭的这种准则。业不应有变化，受报了以后呢，它也不会消失，就会继续的受报，不会平白无故消失的嘛。那这样就破坏了业的流转，苦乐的推移，并且业如果是常住的，那也算不上是造作的，这个是一个盲点，就是常住，那就表示呢一直是如此，一直是如此，就没有从无到有这个过程了，那就说不上是造作。只要是造作的，就是有无常性，对不对？那无常性就是会变动，但是你又说它是常住的。那假定说业力是刹那无常，这样就容受改变了嘛，就是会有生灭，业，但是是业灭以后果才产生啊。那既然业已经灭了，是无所有，那又怎么可以生果报呢？实有的业不是常就是无常，不管常或无常都不能成立业果的相续。好，这是有对于有部这种学说的批判，主要是用常跟无常，业 只能够是这样，业住或业灭。那实有自性的业是无表色，它会在跟随着什么五蕴里面，但是跟随着无蕴是常或无常都不能构成业果的相续。好，这是主张有部的主张的问题。第六颂是经部，如芽等相续皆从种子生，从事而生果，离种无相续。你不能你说不能相续，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心心相续的业力不断不长，这样可以从业感果。这个道理呢，就如同世间的植物由种子生出果实这样的现象一样，由种子起初发芽，由芽生茎，从茎开花，
由花结果，初是豆种，后是豆果，中间的香絮就是芽茎花叶，这个叫香絮。豆呢，不是直接生成豆果，而是生果的力量是依着茎、芽茎、花叶而相续潜流。豆种子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 它的力量可以经由芽茎等相续啊，最后感果。那这种，而且呢，种果是因果相类的，是同相类的。就是善就是善，恶恶就是恶，这种是相类的。所以说，芽等香絮是从种子生的，由种子有香絮，由香絮而生果。假使离了种子就没有香絮，香絮没有就没有果法。所以，从种有香絮，从香絮有果，先种后有果，不断亦不长。既然是从种子有香絮，从香絮有果，那就先有种子而后有果，从种生芽，从芽生茎，从茎发叶，开花结果，豆种生果的力量是香絮不断的，种子灭而生芽，种子是不长的，由种、芽、茎、花、果不断不长的香絮，豆种就可以在将来生果，所以从叶感果是不断亦不长。如是，这个前面讲的是譬喻，后面是合法。如是从初心，心法相续生，从事而有果，离心无相续。从叶感果也是同种生果的道理一样，考虑省度决定的思是思心所。连身体的动作、言语的发动也是思心所，这个就是发动思啊，就是你要动牲口以前需要一种思啊，计划是一种思啊，省度思，然后呢，你要发动牲口，这个叫发动思哦，所以他把这个牲口的动作都视为是思的延伸啊，那这个思的延伸哦。不过假借身语为工具，表达出内心思想的行为罢了。由作业的熏发，就有了思种子保存下来。作业虽然生灭无常，业入过去即无自体，但熏成思种子啊，随内心而流，心心法却是相续生的。液体是思，熏成思种啊，随心的续流而相续。所以作业虽然久已过去啊，还可以感果。所以呢，虽然最初心所起的罪福业刹那过去，但是心心所法是相续而生的啊。从此思业熏发的心心相续，就可以有果了。假使离了心心所法，就没有相续，相续没有，果法自然也不可得啊。好。从心有相续，从相续有果，先业后有果，不断亦不长。从心有相续，从相续有果，所造的业一刹那后灭去不见，所以业是不长的。作业心与感果心的相续如流，有力感果是不断。先有业而后有果报的业果论呢，由业种的不断不长，便能圆满建立业果连续中，联系和中道的理论，下面就讲到唯识啊。后期的大乘唯识学说的种子生现行啊，也还是从此发展而成，只不过把它修正一下，不用六世受熏哦，而谈阿赖耶识受熏此种生现哦罢了。譬喻者的思想最初造作的时候叫做种子，做了以后没有感果之前叫相续，最后成熟的时候叫感果。从现象的可见方面说呢，虽有种子、相续、感果的三个阶段，但实际上是重视心事的潜流不断啊。唯识者的思想最初熏成的力量固然是种子，就是在心事中不断相续中，也还叫做种子啊。种子如瀑流水一样相续下去，
譬喻者从相续的心心所法上着眼，唯识多注重种子的自类相生，两者稍有不同。一个是等流嘛，一个是异熟，就是心心所会不断的改变，但是它是一种潜流，善的潜流，恶的潜流。那这个自类相生就名言种子，眼识的种子生眼识，眼根的种子生眼根，就这个叫自类相生。好，能成福德者，四时白夜到，二世五余的即是白夜报。夜有福报罪报，能成为福报是不杀不盗不欲邪行，不妄语言不妄言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邪见的十白夜道，现生未来二世五欲快乐，这个是十善业报的果报。第十一，人能降伏心利欲于众生，是名为十善二世果报种。十善业为什么是善呢？因为修十善能调伏自己内心的烦恼，我爱我见嗔恨不起啊，烦恼不起，能够使自己的身心高洁安和喜乐兼人明达，是得身心修养而利益，同时修十善业道也能利益于众生。如不杀能使友情减少畏惧，不道能使友情的生活安定，不邪淫能使人们的家庭和乐融洽，也能保持自己家中的和乐，这不是有益众生吗？进一步，不但消极的不杀不盗不邪淫，而且还积极的救生施舍行犯行，不但自己行十善业，而且还赞叹随喜别人行十善业道，行十善业能够自利利他，所以说是名为慈善的事业。能实行这十善业呢，便能创造现生未来二世快乐的果报。唯有如此才能受用福乐。这个是经部的这个业果观，这个说的都很好，但是就是在我们如果把这个心续流跟德果，就是思业思种相续跟德果看作是一种形上学的话，那我在实践上就会造成一种偏执，就以为说我们只要动动念头就有善。对，那当然这个很也是鼓励一些怎么禅修者，他们认为他们所造作的业是比戒品还要更高的，就是你在那边禅修，这个中科巴就有呵斥过，他说你坐在那边只是没有违逆境，因为善心所是无贪无嗔无痴嘛，那你坐在那边只是不想而已嘛。那这种不想常常暧昧，对不对？你如果修得好，那还可以到无想天呢。修不好的话，到哪里呢？你常常心暧昧，就是跟愚痴相应啊，会到畜生道去。这个不是修一辈子，结果到畜生道，那不是太可惜了吗？这个是中科巴的意见哦。好。若如分别，其过则甚多。是故如所说，于义则不然。如果像你这样的分别，那过失就很多。你说心相续的业力说是不合道理，业若有自性，不断不长的业果相续就没有办法成立。你说呢？从芽生，从种生芽，是种灭的生芽，还是种不灭生芽？假使说种灭生芽，种力已经过去，那有什么力量可以生芽呢？若说种灭生芽，种与芽就失去关联，就有断灭的过失。假使说种子不灭而能生芽，种子可以存到下一刹那，那就没有理由不能继续存在下去，所以就有常住的过失。所以从刹那生灭心去观察它的种灭生涯，依旧是断肠啊，不能够成立。这个都是基于他的形上学做出的批判。你说的这个心相续，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把它看作相续啊？那个相续是一个施舍的。假如你是用假名的立场去说明这样的业果，
那是没有什么问题啊。那问题就在我们把心视为是一种实在的相续。那业只能从心生啊，这是一个会引导人走向那个我怎么想，我愿意这样想就是这样啊，以自己的心为主，你认为是善的就是善的，那这个就是一种偏执的。十三，今当复根说哈，顺业果报应，诸佛辟之佛，贤圣所称叹。接下来讲的是正量部，上面说的业力说都不能建立，今更当说一种正确的业力观，这是一切诸佛与辟之佛及声闻贤圣者所共同称叹的，福顺业果的正义哈。不施法如眷，业如负财物，此性则无忌，分别为四种。所谓的业果的连续者就是不施法。经中也曾经说，业还没有感果的时候呢，重经百千亿劫也不会消失。这就很像就是世人借钱，口说无凭，利益还债的借券，到了约定的时期，还本加息，取还借券，有没有还在没有还债以前呢，这个借券始终是有用的。债券本身不是钱啊，却可以凭券取钱，造业也是这样，由内心发动，通过身口造作的业力，业力虽然刹那灭过去，但即有一不施法升起哦。这个不施法的功用，在还没有感果以前，藏在有情的身心当中，有情的身当中哦，然后到了因缘和会的时候呢，依不施法而招感果报，造业招果，不是业力直接生果，感果以后不施法才消失哦。可以说这个不施法是业的保证者，保证照着过去所做的业力而感果。不施法同债券哦，业力如同付欠别人的财物，凭借还债。等于照着不施法的性质而感果，以善恶无忌三性分别，不施法是善不善业引起的，但它本身却是非善非恶的无忌性啊。如果果不施法是善，如果不施法是善的，恶心起时它就不能存在，是恶的善心时就不能存在，所以唯是无忌性的。唯有无忌性才能常常的随心而转，不问善心恶心的时候都可以存在，并且呢，不施法是感果的保证者，它本身不能再感果报，若是它能感果，那就表示它也需要另一不施法去保证它，这样推演下去就有无穷的过失啊。即三界系及无漏不系去分别，不施法也有四种，就是欲界的系业有欲界系的不施法，色界的系业有色界的不施法，无色界系业有无色界的不施法，无漏白净业有无漏的不施法，它是不为三界所系的，这样总和有四种。那见地所不断，但思维所断，以是不施法诸业有果报。这个不施法呢，是见所断、修所断、不断的三断分别，三种断的分别。不施法是见地所不能断，因为在思维道就是修道所断。那见所断呢，是恶不善法，不施法是无忌的，所以非见道所断的。所以见道的出果后还有七番生死啊，出果圣人感召生死的力量，就是见地不断的不施法，由于有这不施法的存在，所以见到以后的圣者还随诸业所因感的有种种果报啊。若见地所断而业自相似，则得破业等如是之过咎。如果不施法呢，是见地道所断的话呢，而又说业力能够感得相似的果报，如善得乐果，恶感苦果，这是不可能的。见道的出果圣人的七番生死及其他修道未终
修道位中的业果如何建立呢？岂不就成了破坏业等果感报的过失了吗？一切诸行业相似不相似，一切出受生耳识报读生，一切的诸行业有相似不相似两种，也可以说共业不共业，属于同一有情，各个差别的是不相似业。如众生共业，将来感得众生共得的依报等，这个是相似业。没有情现身及过去生中造有很多的相似不相似的业，但他在前一生结生命结束及死亡了以后呢，重新取得一新生命的时候，在无量无边的业聚当中，某一类随缘成熟。假使生在欲界，唯有以欲界的业生果；如生在欲界业中的人去，也就唯有人去的业生果，而人中也有种种啊，作业很多，而新生时唯有某一界某一曲的业，最初生起受生啊，尔时就唯有某一种果报单独的生起，其他的业暂时不起作用，再等机缘啊，果报现起，保证业力的不施法也就过去不存在。而唯有此果报生的相续受果，如是二种业现世受果报，或言受报矣。而业由故在，由相似不相似的恶业现世可感受正报依报的果报。还有另一派说呢，果报现起以后，保证业力的不施法也还是同样的存在啊，这就和一般传统说法不同啊，不施法没有感果的时候是存在的，一旦感受的果报就立刻不存在啊。那若度果已灭，若死已而灭，于是中分别有漏即无漏。传统者说呢，因既生果，果体能一起的继续生下去，因不再生果啊，所以感果就灭了。旁支说呢，因生果以后呢，果体继续生下去，有它一定的限度，有限度的延续，不能说与因无关啊，此必有支持生命延续的力量，所以要在果报灭时不施法才施坏。传统注意生因，旁支又注意引因啊。旁支所解说的不施法的施灭，在两个时候，第一个是圣者位中的度果啊，度果是什么呢？就是从初果到二果，从二果到三果，从三果到四果，这个叫度果。那在度果的过程中呢，每一个度果就灭去后一果所因灭的业力啊，如初果有七番的生死，正二果的时候呢，即有六番生死的不思业就灭去了，只因为它只剩下一往来啊。到最后阿罗汉入物于涅槃的时候呢，这就彻底灭除有漏的不思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一生未终的死亡啊，受尽命绝，这个叫死啊，一期生死就没有。既没有了，感此一期的果报的业，就是不施法，也就随之而消失，啊，所以说若度果已灭，若死已而灭啊，度果死已灭中，因根分别它的有漏无漏，一生死灭，是三界系的有漏，阿罗汉入涅槃城，啊，入涅槃灭，舍有漏的残业。也舍无漏的智业，这个是不系的无漏业。度果灭的有三界系的有漏，舍前三果后三果所灭的，即有不系的无漏业，这个应该是可以分别而知的。好，虽空亦不断，虽有亦不长，业不失是名佛所说。那虽然诸行中空啊，诸行空中啊，无外道所记的集运离运的我，但有不施法的存在，所以业果是不断灭的。虽然有生死业果的相续，因感果以后不施法即灭，
生死在无常演化中，所以也不是常住的。不思法是佛所宣说的，他联系的业与果报不思而不断不常。诸业本不生，以无定性故；诸业亦不灭，以其不生故。那个行业不思，的确是世尊说过的。业力一方面是刹那灭的，另一方面又是感果而不思的。刹那灭的存在还是不存在呢？假使存在，可以说不思，但是却有了常住的过失，与无常相违；不存在呢，可以说无常，但又断灭不能感果的过失哦，与不思相违。这个就是佛法里面的难题啊，各家种种说业都是为了此事哦，然都不离过失哦，就是断跟常的过失啊。一性空正义说，业是缘起幻化的，因缘和合时似有业现象升起，但就其实是没有实在性的，既不从何处来，也不从无中生起实在性。一切诸业本就不生，不生非没有缘生，是说有他的决定的自性，是没有自性生，是说无有他的决定性的自性，没有自性生。一切诸业也本来不灭，不灭即不失啊，所以他的不灭是因为本来就不生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业相生灭是因果现象的起灭，不是有一实在性的业在起灭。没有实在的业性生灭，唯是如幻如化的业相，依因缘和合离散而幻起幻灭，如幻生灭，不可以追寻它的自性啊。它不是实有的常在，是因缘关系的幻在哦。幻用是不无的，此如幻的业用，在没有感果之前，感果以后，如幻的业用灭，不可以说在某一实在法消灭哦。所以说灭无所至啊，诸业不生，无定性空啊，虽空无自性，但缘起的业力于百千劫不亡，所以又不断，不是实有常住的不断啊，是无性从缘啊，无自性，然后从缘生啊，所以不断，行业不失灭啊，可以建立如幻缘起业果联系啊。如业有性者，是则名为常；不作亦名业，常则不可作。如果说业有实在的自性的话，那就是不能说从缘而生啊，应该不待造作本来就有了。如果说虽然是本来就存在，不过因造作了才引申到现在，这就不对。实有自性的存在，就是业是常住的，常住的业在不做以前就已经有此业的存在，常有的业还有什么做不做呢？常住法是不可做的，不造作怎么能够成为业呢？若有不作业，不作而有罪，不断于犯恨而有不尽过。如果承认不经造作已经有业力，那不是不作恶业就有罪业了吗？不杀生而有了杀业，不偷盗而有了盗业，如不作即有罪业，那纵然不断的修习清净犯恨也是徒然啊。因为虽然不作恶，但已有罪业不尽的过失了啊。是则破一切世间言语法，作罪即作福，亦无有差别啊。假使修犯恨的人还有不敬业，那就破坏了一切世间的言语法，那么不就不做而有罪业啊，罪恶。反之呢，也不可以，也不做而有得善啊，善德。好坏善恶一切都破坏了。持戒者就是犯戒者，犯戒者就是持戒者，作业及作福的也就没有什么差别了。这是破坏世间的大邪见啊！若言业决定而自有性者，受于果报矣，而应根复受啊！假定业有自性啊，
这不但是本来存在，就 不是透过造作的，也应该永远存在而不消失。这就应该生了果报，此业不失，来生更受果报，再来生还受果报，一直受果无穷。如果是这样，也就失去随业受报的意义，人类不再做新的善业改善自己。若诸世间业从于烦恼生，是烦恼无时，业当何有时？有烦恼才有世间的诸业，有世间的诸业才感召世间的诸果。一切世间的善不善业都是从烦恼升起的。有漏业的动因主要是爱，爱自我的生命，爱世间的一切，由内心的爱取的冲动通过了身口，造成诸业。贪爱的烦恼是因，诸世间业是引发的果，因果有着不相离的关系啊。能生的因是实在的，所生的果也可以说它是实有的，但是烦恼的因也是非实在的，从不实在的因所产生的果业啊，哪里还可以说它有实在性呢？诸烦恼即业，是说生因缘啊。烦恼诸业空，何况于诸生哦？同样的理由，烦恼即业，又是果报生的因缘。既然已知烦恼诸业空无自性，何况是果报的诸生呢？不消说也当然是空，毕竟空的哦。无明之所蔽，爱结之所伏，而与本作者不及亦不异啊！生死流转的根本源于无明与爱。无明是不正确的认识，主要是在缘起幻象妄见自性相中，直觉见有自性啊，在无明的所蔽当中哦，外执事事物物的实在，内执五因中的自我实在，以自我妄见去认识一切，自我与世间构成我所的关系，就有贪爱的升起哦，爱结犹如一条绳索，使我们的所有的认识的经验中牢牢地被他所系缚，而不能获得自由的解脱，以自我为中心追求新的未来，眷恋过去，紧紧地系缚在世间，外在的环境发生变化，内心的心事也随着变化而产生无限的痛苦，可爱如可饮言之啊，永远没有知足的一天，所以终究是令人失望哦。要想没有痛苦，这绝对是不可能的。无明与爱的暗蔽束缚哦，所以作者作业哦，所以受者受果，受者与那作者不异的。如果说作者与受者异，那就前后脱节，不能成立前造业后感果的理论。如果说是一的，就不能够有作与受的差别。作者在人间也不能受天上的果，作者我受者我是不一不异的。能一前一能作者与后一所受者，彼此之间有密切的联络，所以非异啊。如小孩做的事情啊，到老的时候是我从前所做的，前生所做的，到后生受，也说是自作自受，这是把前后的生命当作统一性看的。虽说是不异的，但前后果报又有不同，所以又是非一的。我为作者，我为受者，作者受者不一不异，以我来建立业受果的联系啊。怎么说业是无自性的呢？业不从缘生，不从非缘生，是故则无有能起于业者。业的生起不出从缘生，非缘生，非缘生就是无因的自然生啊。那缘生不出，自他共三生哦。业的自性从何而生起呢？业不自生，不他生，亦不共生，所以说业不从缘生啊。自性法从自性原生是不可能哦，也不从无因的自然而的非原生，原生非原生都不可，就知道业的自性是没有的，所以无有能起业的作者啊。
无业无作者何有业生果？若其无有果，何有受果者？没有所做的业，能做的能作者的人，哪里还可以说业生果呢？业生的果报不可得，又怎么可以说有受果的受果报的人呢？所以业起业者，果受果者，这一切一切都是不可得的。如神世尊神通所作变化人，如是变化人复作变化人啊，作业作者作业受者受果报，这个都是世俗地中现有啊，世俗地中现有的中论所破斥的，是自性见的作者作业受者受果啊，如是由世尊神境啊神境通的力量做出的种种变化人。由这个所变化的人复又做又变作各式各样的变化人，从化起化的比喻，即说明作者作业都是如幻哦。如出变化人是名为作者，变化人所作是名为业哦。如最初以世尊为根本所变化出来的人，他还能起化，这个以比喻作者。又由变化人所幻作所出的种种化人化事，是从幻起幻啊，比喻无明爱而起的业。诸烦恼及业，作者及果报，皆如幻与梦，如言亦如想啊。这烦恼及业，作者及果报，没有一法是有实在性的，一切都是如幻如梦，如言如想。梦还幻梦幻想都是不实在的，却也可闻可见而现有的。作者作业的一切空而一切假，无自性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有种种假象的。如幻等喻，譬喻自性空，又譬喻假名有。一切法即有即空的无碍，开示世尊的中道。自性见未尽的学者以为所幻化的是可以假，但是幻化到底有能幻化者才能成立啊？此能幻化者不能说是假有的啊，所以他们就归结到实有自相有，一切皆空皆假名啊。应了解从化起化欲的深意啊，勿执着世尊是实有，否则是如犬逐快哦，终无了期哦。这个就是观业品啊，很长啊。那这个我们说这个是印度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哦。那我认为这个业其实就在讲我们的古老的议题，就是命运啊。命运你说它不存在吗？但是它是假名施设的哦。是用来解释我们人的际遇啊，还有我们的正义啊，我们对正义的那一种，对善行、对好人一生平安的这种期待啊。我们说这个世界既不是有序的，也不是毫无序。那这个秩序呢？这个秩序就是我们的一种施舍。我们的陈述都是具备这种这种条件啊，就是从你也可以讲它是无自信的啦哈，无自信，但是你在说明它以后，就赋予它一种如幻的缘起啊，就赋予它某种的性质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待人的命运啊。你说这个我都是假施舍的，更何况是你的命运呢？那你的命运我们都知道，小时候做的事都会，比如说现在不是很多那个童年的创伤嘛哈，像很多歌手他都会出来讲他以前家庭生活对他造成的伤害什么，不是很多那个明星都有这种问题嘛哈，那就表示说过去的经验的确会影响到你现代嘛。虽然这个行为过去了，对不对？但是这个阴影，你说它留在心里吗？有的时候不只是心里的哦，像那些有恐慌症啊，有什么
那个是直接反映在生理上啊，所以这种创伤，你说既是生的，也是心的，对不对？那你怎么能说这种力量不会失去？到底它存在在哪里呢？这是属于心理学的一方面啊。那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一生的际遇啊，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哦？我们说我们遇到你哦，要修500年，对不对？我们才会在那边见面，所以我们见面是必然的，对不对？是吗？哦，有一种必然性啊。但是讲一讲，如果没有这个教室，如果没有这个30年前、40年前成立这个基金会。那如果这个基金会不是生在富裕的台湾，对不对？那什么都没有，那可见我们见面又是偶然的，是有很多的条件它才能够，对不对？所以命运是什么呢？既是必然又是偶然的。对，它的属性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个形上学，它是个文学啊，我认为是这样。那你如果说这文学我们可以当作没有，那我觉得这样的世间的说法就太机械了，就是太机械了。好，我们这个业品就到这里结束。好，那接下来要讲很重要的一品，就是后面都很重要，观法品啊。这个时候从四谛，从苦集，那这里就要讲灭谛啊。世间的极灭就是灭谛。那这个灭谛呢，我们看那个讲义354页啊。灭谛我们可以讲这是圣者自觉的经验。那这种我们叫现观那这个现观现观到什么呢？就是世间极的灭。这个灭掉是什么呢？就是细论。细论有两种，一种是见细论，一种是爱细论。那最根源的还是那个见细论。见有我，有我所。见有是个人我啊，还有法我。这是细论啊。这个细论呢，就是烦恼啊，有烦恼才会有业嘛，有业才会有我们说的苦果，就是我们现实的这些际遇里面被佛教称为苦的一种果报，因为我们只要有见烦恼、爱烦恼，或是见细论、爱细论这个是属于见的。好，那爱是什么呢？爱取嘛，就是贪嗔痴啊。这是一种有感情的这种执取啊，失去的会很痛苦啊。那见呢，就是人我见、法我见这个见细论、爱细论所引起的这个果报，为什么是苦的呢？是因为我们不断的执取嘛，不断的执取，这个没有满足的一天啊，我们说无常嘛，是会变化，无法满足，所以永远在可爱当中。就是我们想，我们一辈子其实也是这样。那这种苦的说法，就会让我们会觉得说，那我们就不追求嘛，我们不追求就是佛系，对不对？我们的佛教的污名化从这里来啊，就不爱也不娶啊，那我就宅在家里啊，我也不结婚，我也不恋爱，我也不花钱，这个叫佛系啊。当然，这个都是这个还在见跟爱当中。我记得我们讲的是中道，对不对？从人我当中的解脱，不是退到他的反对立面去啊，中道是破恶不着依，对不对？我们的痛苦当然是从这些追求来的，但是前面有跟我们讲这个
十善业道是恶世的无欲乐的来源，对不对？就是这种有益的追求不是佛教所排斥的，因为你过着正当的生活，这个是八正道的要求，对不对？是基于这种正当的生活呢，去离系掉爱见的烦恼，那这个离系呢，需要一个灭地正灭地的经验呢。我们说我们有这种烦恼，对不对？但是要怎么断掉呢？我们可以讲，你必须要得到这个灭地，这个灭地就是法性的。这个法这个因顺法师这边有解释啊，它是一种规则啊，是一种规则是不变化的规律是一种法则，所以我们说一切法当然不是我们世俗人见什么地有坚信这种自信，一切法它最高的共性其实就是一切法空了。一切法空，我们先看这个讲义第这个354页照着这个讲，什么叫假名知道吗？因为它是一个神秘经验啊，是没有能证所证，但是我们又必须要安立一个假名，说有能证的智慧啊，有能证的这个智慧跟所证的证境啊。这是一个假名的说法，因为必须要让我们理解那个现观是什么，所以必须要用我们能理解的方式去说了，所以看似有能证所证，但是其实是能证所证毕竟空寂，所以才这个叫假名的安立这个灭谛啊。所以呢，我们说能证所证是一般我们对于智慧的理解，对不对？现在为了要告诉我们有一个超越这个能证所证的境界，所以要说它无智亦无德。那这个无智亦无德呢，究竟是什么？千万不要是误会，有一种奇怪的经验，就是你不需要去拟议一个什么叫无智亦无德的经验，或是无一切可取这样的经验是什么？这个不是我们语言。我们的概念能够想象的出来啊，这个就不用去想象。像我记得那个妙净长老呢，他办那个禅期就有个居士啊，他说小餐的时候，他从那个门口走到那个长老的身边嘛，他说我呢自己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样到你的身边呢，我只记得我在门口，然后忽然的我就到你的身边来，中间这个过程我完全没有印象，对不对？那请问长老，这个是什么定啊？好，你认为这是什么定呢？然后那个长老说，这个是幻想定，妄想定，对，这个就是你思念嘛，思念那。他认为这个思念就是无智亦无德，那差得远了。我们看这个无智亦无德，在印顺法师的《般若经讲记》里面，他就是讲，他说我们看那个注释三的第二点有没有？无智亦无德啊，这个观是自证与所证，所证的是空嘛，空性，对不对？能证的是智慧。这是在说明上，我们有说有能证跟所证，对不对？这个叫现观。那什么叫现观呢？就是一种直觉现前的观察，洞见真理。这个直觉就是要去规避说它是一种理智的建构，是直观的，不是一种建构，所以叫做直觉，知道吗？直觉真理啊。那有证的有现有能证的现观，即有所证的真理。那照道理来讲是怎么啊？所以说我们会说那个现观的对象是真如啊，或是说真理啊。那智是智慧是能观哦，德是所观嘛啊，就是你能够得到，你能看到真理啊。
智是能得，得是所得啊。那所证所得曰空，空有说就是空性嘛，曰生死说就是涅槃。所以我们可以讲我们到底得到什么，你可以说它是一种理性，那就是空性。那如果说是能够断烦恼，能够灭除这个生死的相续，那它就是涅槃，就是极灭的意思，就是能极灭的意思。那如果曰有为无为说，这个就是叫无为啊。那这是对智、对理啊、对行、对果哦。智与德本经就是般若经啊，都说是无金刚经哦。那这个是菩萨般若的最高体验，用语言文字来讲，好像是有能知所知、能得所得的差别哦。这个能所是一种差别啊。那真正体悟到的境界是没有差，没有能所的差别啊。我们说能所双明啊，叫没有能所的差别啊。那但是呢，般若的自证，这种啊、般若自证的真理呢，不过是名言安利来表示它，而实际上是理智一如啊，啊，就是能证的理境跟所证的智慧是一如的，没有差别。能所双明啊，就能所这两者的差别是不存在的、哦、没有智慧以外的真理，也没有真理以外的智慧。但是你这么讲，因为我们就把它想好像挤浓奶粉一样，就融成一体哦。这些都不可说，知道吗？哦，你这个很难，我们很难去说明这个圣者在这个时候的体验是什么，只能够说它是一种神秘的直觉，知道吗？哦，那不能说哈、哦，你要有所表示，所以就说这个叫做现观，这样理解吗？现观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哦，这个叫灭谛啊。好、哦，那灭谛是一切不取，对不对哈、哦？什么叫不取呢？你必须经过一番的思索，一番的求索，这种求索啊、哦，是一种理智的活动啊、哦。这个我们观法品后面还会再提到。那他有个譬喻，在注释四的第一点有没有？杂阿含经这个譬喻我们以前有说过。这个譬喻是什么呢？就像我们看杂阿含经卷九这边哈、哦，啊，以什么做？以什么这个观慧啦、哦、这个智慧是怎么成就的、哦、为什么到最后是无一可取、哦、那就是我们的理智不断的去寻求，寻求什么呢？自信是在哪里、啊、什么东西是我们如我们所想象的是具有自信那样的存在、哦、什么叫自信呢？就是自由独存啊，常住不变的，有没有这种客观独立存在于我们认识的对象？有这种特性啊！我跟你讲，我们的执着就在这里啊！然后这个杯子是黑色，我看不看它，它自己的本性如此，所以它是独立于我的施舍以外，独立于我的主观以外，自己如此，所以是独立实在。而且呢，是常常是如此。就我不管我看不看他，他今天这样，明天也是那样。这个都是自信的存在。我们可以看看哈、哦，究竟这个世间存不存在这样的东西？那我们这样去考察哈、哦，你看《杂含经》说啊、哦，如来应正等觉所知所见，说四义无常啊。譬如士夫持斧入山，见芭蕉树啊，为堪柴用，断根结茎，叶啊，剥皮，求其坚实，剥至于茎，都无坚处。这是在譬喻啊，我们在色受想行识啊，我们去分析，去寻求它的坚实，它实在的东西。
我们说虚假入实嘛，对不对？我们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假象，但是假象背后有真实的在背后嘛，不断的求索，但是求索到终，它的坚实都找不到。好，我们说这个心是不断的转变，那它存不存在在刹那间，它是真实的心，啊，就是这个心不断的变化嘛，啊，但是变化最基本的单位就是刹那的心识啊，啊，那这个就是你找到它的坚实处了，对不对？尽管它只有一刹那，但是这边告诉你哦，求其坚实波至于尽，都无坚处啊。啊，那么圣弟子多如是多闻圣弟子啊，正观眼视而鼻舌身意识，正当正观时都无可取，无可取故无所着，无所着故自觉涅槃啊。我身已尽，梵行已立，所作一半，自知不受后有。为什么能够一法不取呢？是要经过这样的考察。最终的结果是一法不取，这个叫正观，知道吗？那正观我们说在闻思的阶段也随顺于这样的正观，这边的正观就是现观，知道吗？现观圆满的就是阿罗汉，所以他说自知不受后有，这个是阿罗汉的境界。那当然这是阿罗汉的现观，那我们说现观最圆满是罗汉跟佛，对不对？那现观的成就，初开始成就，在声闻是在初果，在这个菩萨是初地，这个都叫现观这样理解吗？我们讲的无为法、涅槃啊、现观、净法眼、初果、初地，指的都是现见的这个灭地，叫观法品。观法品这边就是要讲这个，那可见的我们现在都是在栽培智慧，知道吗？像这个中论的这27品啊，每一品都是在寻求啊，都是在分析啊，究竟一切法有没有它的坚实处啊？比如说来去，比如说因果，究竟有没有变化，有没有运动呢？层层去分析都无所得，这样理解吗？我们一定要九观纯熟，才能够一法不取。好，我们看这个355页啊。灭谛究竟是什么？在声闻人当中，他们会觉得断烦恼。那这种断呢，是我必须拥有一种智慧，去断掉实在的烦恼。所以这个能断所断，然后能证所证，能证所证的境界呢，都是实在的啊。这个是声闻学者他们认为实有的灭谛啊。但是这一品就是为这样的人开示的啊。你以为有真实的能证所证啊，这样反而是离灭谛越来越远了。这个开示真相就是无一法可取，这样叫灭谛。好，那这一品分作三门哦，先讨论什么叫现观，还有误入实相的教授，这个是中心啊，那后面会讲方便嘛，就是讲误入实相这些教授有哪些。好，然后后面会讲到那个圆觉的正境啊。那这一品还有一个讨论的要点，就是到底现观哦，这里介绍的现观是属于大乘还是小乘，还是属于圆觉啊？那印顺法师在这边有讲，他没有分大小乘啊，所有的灭谛啊，我们的生死只有一种，那灭除这个我所执是三乘圣道的关键啊，就是我们。不管你是声闻、缘觉或是菩萨，我们所入的现观都是同一个，等于就是我们要断烦恼障，只有一个，就是人我执跟法我执，但是呢，
我们说观察是非常广泛的，对不对？我们与一法有执着，就是不能够证得清净的我空啊。法空的实践，虽然观我们在随顺正观的时候必须要广泛的观察一切法，但是呢我们要证悟的时候，这个门不能开得太大，知道吗？一定要在一个观要的门上去证得这个灭谛哦，是要在我所空里面去证得灭谛，证得法性空啊哦。因为证得一法空，就知道所有的法是空的。这个证得的关键在萨迦耶见，要灭除掉这个萨迦耶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只观察一切法空哦，你可能会认为我是在这一切法以外的东西啊，最后变法是空的，我不空，有可能是这样。我们对于一切法的爱执哦，莫胜过于自我啊。所以当我们认识一切有情有普特伽罗我见，对不对？但是对于自己的爱执，这个叫做萨迦耶见，这个是我见啊。萨迦耶其实就是我见。对于自我的爱是特别胜过一切法。所以当我们要断除这个自性执，是以我为观满啊。我才是关键。所以中观在这里哦，我们就可以看出佛法的一致，知道吗？不管你是声闻是菩萨或是缘觉，我们要成就圣道只有一个门，就是我所空。因为阿含经哦，他们要度化的对象是什么呢？是汲取涅槃的这样的修道人啊。所以只讲这个观要，只讲我所空，他没有跟他介绍一切法空。尽管没有介绍，他也没有广泛的观察，但是他能够证得我所空的人，一定不会有法执啊。如果你有法执，是不可能见得我空的。这是中观的立场哦。这个我们可以讲，这个应顺法师是继承的龙树跟月称的思想。因为轻便不是这么看哦，尽管是中土的嘉祥大师，他认为还是有大小乘之分啊。他认为哈，法有我空啊，这初期的三论不是这样啊。三论中还是认为烦恼障只有一种哦，所知障其实内容都一样，就是人执着。人有我，法有我，这两种执着的性质其实是一样，都叫做自性执，只是在对象不同而已啊。那他把这个声闻的正境啊，视为是浅要的啊，因为证得偏真的涅槃。那古三论的追求是要追求那个真熟并观的那一种缘起啊。我们这一品后面会讲这个缘起的实相啊，缘起的实相也包含两种，一种是见得如幻的缘起，一种是见得空性的真理哦。那我们讲的灭谛哦，是属于这个偏真的这一部分啊，就是不取一切法哦。但是不取一切法，不等于拒绝一切法啊。那个如幻的缘起啊。在那个佛的正境里面，这也是实相的另一种。好，这个是有关于厚德智的部分啊，我们慢慢的来解说啊。我们看这个讲义啊，355页这个下面啊，法是什么？就是不变的规律啊，所以含有本然跟必然普遍性。所以我们讲观法品其实是讲一切法的普遍必然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一切法空。那一切法空是什么呢？就是无自性，知道吗？这种说法是含有对峙意义的哦，后面会讲哦。那这个现观这个真实空性法叫做观法哦，那这个观法
在出菩声闻在出果，菩萨在出地哦。我们刚刚讲过，那你在阿含经看到哦，就是这个佛陀或是舍利佛跟这个人说，这个色是我相，色是我意我相在佛哈，讲的就是我们这边讲的这个观法品的前面，就是证入仙观的观境是什么啊？那个阿含经说哈，当这个舍利佛把色相形式都问过一遍，那个被问的人说啊，如是如是啊，我于色法不观是我意我相，也不相在。把这五蕴观察完以后，就得了净法眼啊！净法眼就是出果，知道吗？那净法眼据说没有什么深刻的定啊，哦，但是在这个诚实论里面，给他的条件是最低的。他说欲界定就可以。那你再宽松一点，就说啊，那个必须要味道地定啊。总之呢，你的心啊，能够调伏烦恼的那种定境啊。能够调伏，我看我们现代人修禅的哦，很少到那个，欲界定就是有九种住心嘛，哦，从什么内住、等住、静住及那个调顺，哦，就是有九个次第，你要到调顺哦，就是能够对治烦恼最低的程度啦，哦，那你觉得你们有看过有禅修能够对治烦恼的吗？啊，他能够撑心的时候，你说撑的时候不撑可能可以的哦，但是这种啊清净显白在内心当中哦，有那一种这种力量啊，明镜而住，我这种人很少啦哦。你说那个内住等住，等住就不容易啊。等住静住哦，就是你静坐有点味道了，哦，就我们那个瑜伽师地论可以看一看那个九种住心的那个相貌。导师有一个故事可以跟各位讲啊，就是这个是在那个智者大师的传里面说的。那这个智者大师出来弘化的时候，本身还不是太有名，那时候还很年轻嘛，哦。结果他就讲这个禅术，讲完之后就有一个老比丘就跟他小参吧还是怎样，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我有一次在静坐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地在震动，然后他就讲那个他的静坐的那些经验这样。那问那个智者大师说这是什么境界，那个智者大师回答他说，这个是边定不生啊，哦，他说的边定不是色界的那个边，知道吗？是根本不是色界，是定地的最低限度，叫欲界定啊。那个边定指的不是那个边哦，是下面。他说边定不生啊，哦，就欲界定而已。而且你跟人一辈子哦，你跟人家说了以后，再也得不到这个境界。然后那个老比丘听了，的确是这样，他只有过那一次，然后想说静坐啊，很期待那种微妙神奇的经验能够再有，就再也没有过啊。这个是欲界定啊，难得一失啊，出去吹牛一下就没了。所以你必须要很注意自己的生活条件哦。所以为什么需要寺院戒律的那一种头陀跟兰若的那一种环境的限制，是因为你在这个阶段是易得难得非常难得，但是要失去非常容易啊。你要到什么境界比较不会比较可以说出来，有没有弘化干什么，就是你发的慈悲心这样的人起码要出禅的。为什么叫禅知道吗？你们去看四禅波罗蜜啊，那个禅叫功德丛林啊，就是那个禅是不是孤立的，它有很多功德，而且是像一个肥沃的土地能够长养功德的，所以叫功德丛林啊。那个时候为什么叫地知道吗？因为
它很稳固。哦，那时候你就出来弘化，那没什么问题。那欲界定很少人有啊，更何况是初禅的，哦，所以我们都有一种禅的那一种美好的愿望，哦，但是它很难得，哦，我们从这个三界的果报就知道，哦，你说到33天的善人很多吗？一定很少啊。33天你要往生到那个天界，哦，你必须要做很多的功德，对不对，哦，而且是纯善。什么叫纯善呢？就是 不忘受报的，你不期待有那种好的结果，那一种纯粹利益别人的心，哦，你有可能到那个33天去，哦，那个空居天就是你要修定嘛。我们说定是善所缘心一净性，哦，就是你必须要有善的品质，再加上心一净性，啊，那善的品质是无贪、无嗔、无痴嘛，哦，这个是经过，我觉得是经过实践的。你说你坐在那边，你对治的什么贪啊？你真正布施那个才叫对治到贪，知道吗？你是把这种实践给深化，在内心里面深化，那个叫善所缘的心一净性。那现代人坐在禅坐，坐在那边是没有违逆境啊，就我不希望别人打扰我，手机关掉，对不对？那个是没有违逆境啊，那是无记性，那不是善所缘心一净性。所以现在的禅修都没有古典的那种学说啊，那也抛弃了那一种三界说的世界观，知道吗？你修这个禅定是为了升天，那是古代。现在有几个禅修是为了升天？没有，只是为了让工作更有效率，更良好的自我接受。所以这个跟过去都有差距啊。我们先休息10分钟。这个杯子难道不是自己是黑的吗？在某种程度上啊，就算你用，我跟各位讲，这很难，是因为啊，在我们现代科学的观点哦，都保留这种客观性啊。你说黑色不是这个杯子具有的，但是一定有某种代表那种感觉的来源嘛，哦，至少我们在我们现代科学会讲啊，这个杯子吸收了这个可见光，这个它是一个复合的波啦，哦，我们用棱镜可以分作7种颜色嘛，哦，那么白光就是这些光波的集合啦。那这个黑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光波照到这个杯子以后，它会吸收其他的光谱的波长，然后它会排斥，会反射出来黑色的，可以看作黑色的那种光波啦。那我说黑色的这种知觉、这种认识，它分析到最后的实在就是波长，对不对？那你能够说这个是一法不取吗？那正好你去证明了能见的眼根，我们说这个眼细胞，哦，感官细胞，这是真实的，哦，那这个细胞，哦，可能很复杂，它有细胞膜、细胞核，它有复杂的生理运作，哦，它都可以再被化约成分子生物学。那分子生物呢，再化约可以回归到最基础的原子，原子又可以被分析做那个夸克，哦，它变成物理学是一个真实研究真实的那个科学。我们的科学我们分析到最后的结论就是唯物主义，哦，这个信仰是从德谟克里特这样的哲学家发展出来的，目前来说也是引导我们走向什么是真实的这个立场的哲学基础，哦，这是一个形上学，知道吗？哦，目前我们对于这样的学说是深信不疑，这样可以理解吗？尽管它有很多好像那个我们不知道的那个神秘的地方，哦，但目前还在引导我们，啊哦，那它跟阿含经这句话是一个非常大的间隔，啊哦，我们会说眼耳鼻舌身意嘛，哦，物质以外还有一个能观察的意识，这个是物理学没有讨论的地方，啊哦，
但是似乎量子力学让出了空间，啊，说能观的意识说不定在这个宇宙扮演一定的角色，啊，总之现在的物理，啊，它在重蹈过去外道的那一种，只是它更精妙很多，而且它能够产生确实的效果啊，哦，你说我们的疾病我们的疫苗怎么来的，从分子生物学的理论来的，那他说你说有没有效，至少有很多疾病是有效的，哦，就我们打了我们人类战胜的天花，对不对，不是业力战胜的天花，而是现代科技战胜的天花嘛，所以它会引导我们走向什么呢，心事是客观存在的东西，精神啊，哦，有一个精神，那么还有一个独立于精神的物理世界存在在那里，这是我们现代中观学要去克服的，我们必须说服，哦，说服有现代世界观的这些人告诉你，哦，一一求索皆不可得，这个才达到那个现观的门槛，知道吗，哦，如果你这边过不去，哦，那你还谈什么我所空啊，我觉得那都是幻想啊，困难的地方在这，然后这是我们的信念，哦，是从龙树以来啊，佛一贯的佛法给我们的信仰，它能够说色受想行识，哦，我那个观自在菩萨嘛，哦，观自在不是说我过得很自在，哦，悠游无余，是你对观，哦，这个正观，啊，得到自在的人，哦，我们都没有得到自在啊，哦，色法真的是空的吗，各位是空的吗，哦，没有夸克，没有都没有这些东西吗，哦，我们的物质世界是空无所有，那不是说什么都没有，是没有自信的意思，但是没有自信远远超过我们能接受的领域啊！什么叫没有自信啊？一切都是以名言，我们说唯一求索到最后，只能够说我们对于现象安立的某种名称啊，我们在讨论的东西找不到实在，唯一能够说的我们在讨论的东西只有名言留在那里而已，这个叫性空为名论啊，各位从一个物理啊，哦，到精神层次的那个心事啊，哦，最后是有客观存在性吗？还是求索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名言呢？你们可以问问自己嘛，你有没有到现观的这个程度？我认为是啊，确实到最后就是没有这个佛跟众生。那不是说你必须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杂阿含经有没有，杂阿这个354页杂阿含经啊，求其坚实啊，就像分析芭蕉树一样啊，一页一页的剥掉，找不到任何的坚实处，没有，只剩下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在分析心事是什么嘛，哦，分析到最后发现我们只不过是在谈心事这个名称而已啊，因为它背后没有它代表它那种以独立的方式有自信啊，实在独立常住的方式存在在那里，你说唯识家留一个阿赖耶，哦，留一个八识是能够受熏此种，哦，又能够发起现行的那个东西，我们说那个东西呢，它有自信，是它能熏习，能够成熟，能够发起现行啊，哦，这是它的功能啊，它功能是它自己这样啊，没有人施设它的，它本身如此啊，哦，你有没有名言，有没有施设，它照实就像机械一样哦，很准确的执行自己。它的法则是自己规定的，不是大自在天规定的。哦，这种有自信能够自己运作的东西，这个都是中观所破啊。如果你有这种东西存在在你的
智慧啊，就是你的心事当中啊，你就不可能证得这样的灭谛，知道吗？不可能有限，所以限观是离我们很远的，离我们能够思考的范围已经远远的超过，知道吗？所以就告诉你，无自又得是一个方便假说的灭谛啊。哦，那个境界是什么呢？我只能说能所双明啊，没有那一种你平常认识的特征呢，因为没有我的这种认识是什么，我们也搞不清楚啊。哦，这是一个困难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佛教必须要把这样的真理啊带入到世间，必须有方便，后面会讲这些方便嘛。这个最基本的灭谛就是有能证所证，这个是为了让我们理解方便啊。但是呢，声闻学者会依着这样的立场来告诉我们有真实的烦恼啊，这个烦恼有爱烦恼、见烦恼，对不对？然后我们有一个工具能够断掉它，所以这个能断的这个工具呢，也是真实的，它必须是真理的立场来指导我们错误在哪里，所以这个断呢也是真实的。那现在针对这样的学者，中观的理论家就会有一种对治的方便，告诉他无智无德嘛，没有证道的人，也没有所证的智慧，那个真如的对象也不是有的。你说真如不就是那个空性吗？空性不是真理啊，不是这种意义。我们说的意义，就是以自性方式存在的真理。啊，它的普遍必然是客观的、独立的、是实存的。啊，比如说我说这个很抽象，我们会在那个百论会再讲到这种共相啊，所谓的无常是一种共相，对不对啊？所有的事物都有的这种相貌叫生住灭，但是它不实在。好，那各位，这个一啊，这是一张桌子，这个是一只杯子，这个是一只麦克风啊，他们身上好像都分享了一个东西叫一啊，这个也是一种共相，叫树的共相啊。那我问你，这个共相是实在的吗？是独立于我说都没有这些存在的实体啊，那这个数字一这个概念是不是实在的？有数学家认为，有哲学家认为这个数的一呢是实在的东西，像毕达哥拉斯他们就认为数字比实存的东西更实在，所以还有那个毕氏定理嘛。那这些理啊存在于这个空间，存在这个世界当中哦，要靠理智去圆它。理就在那，知道吗？哦，你看不看它都在那，但你要发展自己的理智去圆取它。这些跟理学家很像啊，说格物致知有没有？就能够洞悉真理啊。那是我们一个人哦要发展的东西，知道吗？哦，所以。你说那些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为什么重视数学、重视几何学啊？因为他们是理智能够把握的对象。那些对象是真实的，你不管你再愚痴，这些数字都还在那。那只有聪明的人可以认识它，这样理解吗？哦，那我们会觉得哦，人世间的真理也是这样哦。虚假见识啊，不被现象给迷惑，去掌握那些真实不变异的真理，都是这些哲学的一个源泉。这些哲学的论调都一样，有能证的智慧跟所证的真理啊，只是这个真理叫一切空，知道吗？他就认为有这种空性的对象可以被圆了。针对这样的妄见，所以中观在这边讲无智无德，还有一切法不取，这样，啊，这些都是对治的方便啊。那我们这一品其实哈，它的大意就在这里啊。为什么跟我们讲那个？因为我们通常会认为能证所证，这个是智慧的道理嘛，
就像我去认识数学一样，不是这样吗？啊，现在告诉你哦，我们要抛弃这种观点、这种框架啊！啊，有人说是粉碎的二元论，那粉碎的二元论叫一元论呢？哈，就是有那种大义啊，什么你中哎，我不知道会不会这么，我们全部融在一个大义，那个其实跟泛义又有什么两样呢？对不对？那还是一种德，知道吗？哦，那离开了这些妄执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什么叫做无智无德，什么叫一切法不取。哦，这个不是我抽象去说一切法不取就真的不取了。哦，那我如果你是这样讲了，刚刚同学这样讲，我认为是没有东西可以取。那一切法不取，这个取你取不取呢？对，一切法不取，这个取呢，你取不取？如果有取，那你还是不是在中道的那个说法当中啊？这是讲的有一点抽象啊。这个我们讲那个《金刚经》的义取啊，就是三个，针对这种一切法不受，这个受你受不受呢？所以他说了三个，哦，我空法空啊，还有空空啊，哦，这个是法，哦，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哦，应该是这样，哦，这个是非法，非法是法空嘛，哦，然后舍非法，这个叫空空啊。哦，这个法上应舍，何况非法？空空是用来舍非法，这个非法是一切法空的意思。哦，所以我跟各位讲哦，一切法空是一个工具。哦，就一再强调啊，就是我说法如法语者。哦，它是一个阿伽陀药，知道吗？能治一切执见的。那药不是说吃了，病好了还一直吃哦，病好了一直吃的意思就是它是真理嘛，你应该把握住不放弃的，不是用这个工具，最后促证的那个才叫无所得，所以这些工具本身不应该被，你不应该迷惑在这些方法哦，这些方法过后有一个不可言说的境界。那就是我们讲的触及一切法不可得，无智亦无德，哦，你真的是触证，哦，这个字用得很好啊，碰到啊，可是这个真理是帮助你去，就我们说去触证。如果你迷惑在方法里啊，哦，以为说什么一切死一切非死，非死非非死，那个是你所缘的境界，那你就离开这种处证很远了，理解我的意思吗？哦，好，那我们要知道他运用这些语句，运用这些说法啊，哦，他真正要指导我们的是什么，哦，要去体会一下。好，那这个我不认为是容易的事啊，就我问各位嘛，哦，眼细胞看见光波这件事，那有什么错？黑色就这么来的，你说这叫缘起，那我可以接受啊。你跟我说什么眼根不可得，对不对，哦，然后这个色尘啊，光波是一种色尘啊，也不可得。哦，那这个黑色的经验怎么来的？为什么我说黑，你也说黑，对不对？难道它没有一种公共，就是没有一种客观性吗？所以这个就你说，哎，我说这叫法执，这个我执就是。对啊，都我们什么执都有了，哈。因为我们刚才师父讲说，那个杯子一直处在这里嘛，我们讲说有三个相，对不对？一个身住念，它住的时间太长了，就没有办法看到它终极会。存在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讲说不可分歧嘛，
比如说你一个极为不存在，虚空也不存在，虚空是极大，极为是极那个为神是极小，极大跟极小都不存在，所以一切法空，一切法空，这个空也不存在。那问题是我们讲说杯子似乎一直在强调说这个杯子存在就存在，我们用光谱去看，色眼去看的时候它是存在，生住灭那个住的时间太长了，我们等不到它不存在变成极为的时候，就算你就算你采用这种现在时有说，至少这个这个经验啊，刹那这一刹那它是实在的嘛，对不对？我们分析到最后还是不会放弃掉那个刹那间的实在啊，这是现在时有说的一个问题哦。现在时有说的一个问题在于它会产生断见啊。总之啊，我们这样转想的目的都是为了要解释经验的来源。我们认为经验有一种客观的来源，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越是这么想，就 不可能达到一切法不取。好，那世尊给我们的教育是什么呢？我们必须针对这个实有的东西去做检视啊，最后要我们去放弃掉。放弃不是一个理智实践的过程，如果你这边过不去，你不怎么可能不 会放弃说我这个经验，因为这种实在感太强烈了、喔、我们的这种智慧太薄弱，你透过这种说法没有说服力，不可能动摇你执实的问题啊，丝毫不，因为这种实在感是具身的，知道吗？ 不是分析我说它实在，是它给我感觉就很实在啊。他的讲法就没有把。我跟你讲哦，这只是杯子而已哦。我对那个我的爱着哦，那是无比强烈。我们如果没有对比啊，没有跟圣者对比，我们不会知道这一点呢、啊。我们会认为天经地义啊，对不对？所以很多尔虞我诈就这么来。我保护自己不是天经地义吗？每个人都会嘴巴讲讲哦，仁义道德，但是官。到那个事情到关要的时候，你应该做什么，你就很容易就表现出来了。现在我有个问题啊，这个无常可以看得到？我跟你讲哦，有人说什么禅定可以看到无常哦，那是一种，我不认为是真的啦哦。就我跟各位分析过嘛哦，什么叫做无常？无常是一个施舍，你就偏偏要说呢，你的禅定里面可以现见无常，无常是一种共相，知道吗？它不是一种直观的对象，哦、那有关于现观哦，这个现观你会看到无常，那是怎么样的无常？无常的形式就是这样嘛，我说过很多遍了嘛，哦他必须要透过一种施舍，我把这一连串的事件想象他们有相续啊，然后有一个假设的主体，我才能看出这个相续啊。那我会承认这个不是等于 A1 不等于 A2 不等于 A3 嘛，那它也可以被看作 ABCDE 啊，就是互相不关联的，因为找不到相续啊。可是如果说找不到相续，我必须要施设一个变化的主体，这个变动才会被看到嘛。那也因为这些变化，我才想象有一个往来者，知道吗？齁，这些都是我们尝试经验中的假名的主体拥有的运动嘛，或者是叫变化，这个是去来品说的。在如幻的假名呢，这些缘起都可以成立，我们也可以讲这个叫相似相续，但是是假的相似相，只有我们 只在现象当中只能看到的就是名言而已、啊、
其他的实在都不存在，相续的实在不存在，这个想象的主体也不会存在。我如果那 我看到了无常，那我能不能说你我们都看长根长根断，我可不可以看到我说我 我也看到无常，我能看到 我跟你讲哦，你看到你一定会想象哦，我看到的现象一定有某种真实是可以被找到的嘛？真实的刹那或是真实的相续，问题不都没有，这个是客观的不是神学的那些科学家啦，比较相信经验论的，他会分析下面这个，要么就是有相续，有刹那的真实，那如果你是神学家，那你就会完全是看这个有一个不变的变动者在这里，这个是假的，那这个是真的，知道吗？你说谁在老，就是那个你嘛，如果没有那个你，怎么老向哪里说呢？因为变化，变化一定有一个王，一个不变者作为变化的主体。好，那你往这边走就是一个神学家或是形上学家，往这边的就是一个比较倾向经验论，比较倾向科学的，理解吗？中观在告诉你，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这些预设，没有这些语言，没有这些施设，世界不会成为世界。你不要把这个世界看作不圆满，因为我们有自信值的人总是相信有某种东西在那，那才是我们的问题，知道吗？我们从这种自信值发展出来的刹那论啊，现在时有说或是三世时有说，这些形上学会带给我们偏执，不会带给我们解脱，反而是从中观里面我们第一个可以承认缘起，第二个呢可以得到圣意的证见，就是我们能够知道世间是一切法空的，由这种断掉这样的执着，才能证得灭谛的现观，是这样来。那灭谛的现观的条件就是无有一法可取，我是不是能够在这些现象里面真实认识到没有最终的实在啦，换句话说就是这样。如果你认为有，那就是差很多，就是离那个灭谛很远很远。尽管你认为存在的东西叫做空性或叫做涅槃，就涅槃本身是真实的，你那个一切法不取那个境界是真实的，那你还是在灭谛以外，那不是真实的灭谛，理解我的意思吗？你取着涅槃一样是个问题，你就是你把工具当你把药当作真理，你把工具你背着这个疲乏度过了生死之河以后继续背着它啦，那就比喻就是这样嘛，所以我们现在在建立的法相呢都是方便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说我们现代人需要新的方便，就是中观会鼓励这种说法。那唯识不一样，唯识告诉你一个不是历史性的真理，这个无分别智就是这样，什么叫做现观？在成唯识论说现观有三家，现观是慧心所的作用，是有心的，那只要有心就现象嘛，这个见就是智慧嘛，这个相就是真如啊。有一家说我在得无分别智有见有相，那有一家说有见无相，那到底谁说的对呢？还有第三家是无见无相，但第三家基本上是被佛真谛说的，
能所双泯，他认为能所双泯就没有什么、啊。那还能所双泯能够称为慧吗？就没有心了吗？不是吗？对，应该没有。不是吗？哦，没有心没有慧。那个成为世论啊，就是窥基认为啊，因为真如是无相，所以你可以说有见无相，因为这个真如是无相，那等于就是只有见哈，这个见这个慧哈，慧心所见到自己本身的真实性啊，就是空，就是无常。他见到、体验到，或是这很难讲哦，就是自己见到自己的真理这样。好，总之呢，这个心不会没有。好，那跟各位，我们讲这个说法就不符合《杂阿含经》说的嘛？哈，《杂阿含经》怎么说？眼、耳、鼻、舌、身、心、意、识嘛？哈。如入山求索，求索什么呢？你的身心五蕴啊，包括什么六根六识，你这么层层去分析啊，分析到最后没有一个是坚实的。那至少这个唯识家认为这个心很真实嘛，它是贯彻到底啊，至少在刹那间这个心是真实存在的嘛，这样理解吗？可见的哈，这个灭谛很深的，对不对哈？好，我们看这个观法品哈，这个普遍知法入法，这个入真实。好，我们看那个356页。我们这边就讲啊，应顺法师认为，刚刚我讲的这个实践啊。会明证一种直观啊，类似于一般说的神秘经验，因为现观是超越能所，是能所双极，能所双明啊，没有离开真理的智慧，也没有真理啊，没有这个离开智慧的真理啊，好，那到底是混杂在一起还是什么呢？无法想象，超越我们一般的认识啊！因为一般的认识都有能所，一个主观，一个客观嘛、哦。但是呢，现观是打破这种形式，超越这种形式啊、哦，是一种明证的直观哦。所以这边才会讲是神秘经验哦。那这对于我们佛弟子来说很重要哦，它是繁盛的一观呐、啊、哦。所以应顺法师说。如果佛教徒在得到了灭谛就是现证灭谛，得了现观，他就拥有了新生命啊！在佛法里面得到，因为你就是叫做圣人、圣者了，这样理解啊？好，那悟道哈？什么叫悟道呢？有两种啊，一个是有部的啊。他是主张别观四谛啊，先体验诸行无常，然后无我无我所，体验到诸法无我，最后才会通达灭谛当中不生不灭的极净涅槃哦。等于就是说我从四谛当中去止息烦恼哦，那因为惑业的这个动力没有了，然后这个苦的果报不现起哈，这个叫极灭涅槃呐。啊，就等于你就不来生死轮回了嘛，啊，这个叫极尽的涅槃。那悟入的见地也叫做见四谛得道啊，见有得道啊，或是我就是他必须要经历这14地16形象的观察，最后处证的那个极尽涅槃哦。那整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跟极尽涅槃这三法印啊。都是见道，好，都是见道。那另外一种呢，我们看就是大众部哦。大众部认为，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不算是真理，好，但是必须依着无常、无我，啊，
然后的的方法，最后促证的这个涅槃极境，这个就是灭谛哦。你促证的这个灭谛，才是解脱。好，所以他们的理论是见空得道啊，或是见灭谛哦，因灭会真啊。啊，那么依中观学说来看哦，他认为这个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啊，那无我跟无常，只是空性的一种方便的解说，知道吗？哦，涅槃极境就是空境嘛，哦，涅槃不生，对不对？哈，它都是毕竟空的方便假说，所以无常、无我、涅槃不生，哈，他们都是一时相应啊。哦，这个无常归于空，就是我刚刚讲的哦，无常只是一个假名而已啊。好，是一个缘起如幻的假名，对不对？你实际求所呢，是无常的主体不可得，变化的主体也不可得，对不对？我们讲那个来去品还记得吗？就是讲那个去，什么时候有去啊？哈，就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啊？啊，运动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去去时有去呢？还是未去有去，还是这个已去无有去，未去亦无去，去时亦无去嘛，何处当有去呢？对不对？那，啊，我们会讲去的时候有去嘛，这个分析是在告诉我们变化不可得。那变化不可得，更何况是变化者呢？变化者就是去者，对不对？那我们说变化，变化运动物理上的空间叫运动，然后如果在那个变化，就是三世的轮回，这个叫变化，或者是事物从出从生到灭，这个东西叫变化。那生从哪里来呢？哦，这个是因缘品要说的，去无所至，既然变化不可得，哪有去的处所？那所有的一切在自性见当中都不能成立，是要我们放弃这个自性见，认为这个变化有某种实在性，这是不可得的。那变化本身就会是如幻的缘起，就是如幻如化，是假名施舍的，这样理解吗？如果我们能够观察这样子，那么一切法就不生了，这个涅槃不生，从这个无常性当中去观察，它就是涅槃，就是不是实生，那就是极境的嘛，哦，这些都是毕竟空的方便假说，就是三法印是一时相应啊，啊，所以呢，如果你不是这种见解，哦，你观无生也还有所至啊，哦，观无常无我不见真谛啊，哦，你刚刚讲的那个无常有没有，就是现在时有说的无常，那个就是你如果是这么观无常，那就不是中观的无常了，所以会有所自找，对不对？那无声，无声是大乘才讲的嘛，那无声是怎么观察的呢？就是观因缘品当中的，就我们后面也会讲到诸法是自生呢，是他生，是共生，还是无因生？这四生都不可能嘛，哦，所以它是如幻的原生啊，是假名的原生。我们说这个生，其实只是最后只能够找到的就是一个生的词汇啊，知道吗？但是这个生是有条件的，从无到有，这些必须是有与因缘啊，有缘依着条件而施设的假名啊，这个才会变成是正世俗啊。好，那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到底这一品是大乘悟的呢，还是小乘悟的啊？还是大乘小乘所悟是同是异呢？这是有争议的地方啊。像清辩他说小乘悟我空啊，大乘悟我法二空。像这种说法哦，轻辩说的就是受到那个大乘不共的影响。那么我们三论其实在初开始哦，也是没有分大小乘，
不过后来就受到影响啊。什么叫做大乘不共哦？就是基本上他认为哦，声闻是我空法有，可以断烦恼障。那么我法二空，断所之障哦。那这个是菩萨独有的法门呐。哦，那就月称的观点不一样。月称认为哈，小乘跟大乘悟入的门径是一样的。大乘要悟我法二空，小乘也一样，不会执着法有。你执着法有是不能够悟入我空的啊。这所以这一品根本不分大小啊。那这样才体现出，就是月称，就后面印顺法师他的抉择是认为月称是对的啊。啊，那这一品啊，先明我空，后明法空。哦，就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五求门嘛，去观察我空，后面就讲到我空，我所也空，就从我空认识到法空啊。哦，好，所以，我们说观法品啊，就揭示的这个门径啊，虽然我们知道一切法空，对不对？但是你要有所悟，要由凡入圣，还必须从我这个关门下手，萨迦耶见才是应该要对治的关键啊。对治的他悟得了我空，同时也就结了法空。但是我们在这前面必须要考察一切法是空的，我们才能够从我空的关门去证得灭谛，这样理解吗？所以次第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中论就必须先说法空嘛，因为我们在闻思的阶段，知道吗？等各位闻思的阶段已经圆满了，我们开始要进入内凡去修止修观，那就是以我为观察的门 去内凡位修观，就是以我为观察的门。那在此之前呢，你必须得到一切法空的证见，你才能够拥有这种证观，知道吗？如果你认为有什么，比如说我们的事是不空的哦，你这样去修我空是不会成就的。以中观来讲，所以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对不对？你看那个心经里面讲的，也是由五蕴去观察我嘛。好，这样理解哦。好，那358页哦，就我们这一品就体现出世尊的本教，世尊的本怀一向都是从我空入手的哦。但是小乘之所以小乘呢，是因为他误解的空就像毛孔一样，是狭小有所偏呐哦。那大乘呢，是像太虚一样的空啊。有浅深的差别，其实就是他的福智之量，福德也是，还有智慧哦。那智慧就他没有广泛的去考察一切法，因为太厌离生死啊，就厌离心太切，所以他就少方便嘛，他就直接从我所空去入手，这样所得的空就是毛孔空，这样理解。好，那后面就讲这个判事啊，就是说在青木寺还有无畏寺还有佛护的中论，他们都说前25品是大乘法入第一地，所以这些论士是把这一品归入到大乘啊。但是也有说这一乘，因为讲我空嘛，所以也有人说前面这些前面这是讲小乘，后面讲圆觉啊，中间讲大乘啊，就是三论师的分判，是讲这样。但是呢，印顺法师认为生死的根本就是妄执实有自我，就这一个而已。所有的三乘，就像《金刚经》说的哦，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哦。这个差别不是建立在能观的智慧，就是我所空上，这个大小乘的差别在于他有没有
菩提心啊，就是有没有广度众生的广行、广大行啊，从这边去差别而已，不是根据这个无为法，就是我们证得我空是一种无为，证得法空是一种无为，对不对？不是一，这有不同的无为，知道吗？哦，我空法空同样都是无自性，都是一切法空，只不过在人我上，在法一切法上，对象不同，给它不同的名称，它的原理跟原则是一样的。那众生的生死根本就是执我所，它的根源在不理解一切法空，所以才执我所。哦，那小乘的理解是我空法有嘛？那它的我所空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我所取着的我所是不存在的，就是这个杯子是我的，它没有，这杯子在，但是不是我所，这样。这是声闻学者这么解释的，啊，但事实上，我所有三个哈，就是我们后面会讲，我所就是我所缘取的，就我的对，我所缘起的对象；第二个是我所依的，我是依着五蕴而有，这个是我所依；还有第三个是我所取的，啊，能够为我所控制，我所取可以取着的。这三种都叫我所，我所空就包含这三个，我所依有没有？就像那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嘛，哦，就是我所依的我所都是空的，更何况是我呢？哦，就是这个是佛法是一贯的啦，哦，所以生死的根源只有一种，那么所入的门径也只有一种，哦，那在这一品就体现出这种佛法的一致性啊。好，所以那个我们看这个358页啊，最后这一段啊，佛的本意生死根本是妄执实有啊，没有？特别是妄执实有的自我，所以多开示无我空。如果真正了解我空，也就能够进而体悟诸法无实的法空，啊。当然这是现观，这叫悟境嘛，哈，依我空的悟境能够体解一切法空的悟境啊，哦，但在这种现观之前，我们必须知道一切法是空的，才能够依着我所空去认识法空。好好，我们看那个下一页哦，359页，就是声闻。这边就讲哦，大小乘是同源的，不管你是大乘或是小乘，你要证得圣道，就必须是我所空了，哦，那声闻的学者跟声闻的圣者，我们要分开看哦。后面的大乘不共把两者说成是一回事。声闻的圣者哦，虽然没有观察法空，但是他不会有法执啊。如果你真实证了无我，对不对？他也不会执着诸法实有，哦，如果你执着诸法实有，是不可能误解我空的，知道吗？因为你说我空，像声闻人的这个我空，哦，像比如说有部就讲得太容易了，知道吗？哦，就是色相形式是有的，哦，你把这一堆的东西看作是统一的单一的有主宰性的那个我是没有的，哦，那这个实有跟实无，有无这两边它刚好都落在一边了，哦，认为运是实在的，那个我是空的，哦，假名我的作用也被它空掉了，哦，所以你不觉得那个声闻的人都很没有不讲人情的吗？那大乘的这个慈爱慈悲，那 是充满人情味的，不是吗？啊，就问一句，自信空是属于我空还是法空？自信空就是一切，自信空它包含了人我空跟法我空，只是在自信空的对象是法的话，那就是一切法空嘛，自信空的对象是谈我，那就是我空啊，这样理解吗？那空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自信，
没有自信是什么意思呢？自信包含了三义嘛，哦，就是实在、自由，就是独存啊，哦，跟常住。因为拥有客观自己拥有自己的性质是不会失去的。哦，水有湿性，对不对？你摸不摸它，它都是湿的嘛。而且是一直是这样，对不对？哦，你今天是湿的，你不摸它，它还是湿的。明天它不会管今天明天，它永远都是湿的嘛，对不对？它在大海里是湿的，你拿到沙漠那一滴水还是湿的。这个叫自性不失，知道吗？它的自己的特性是不会失去，所以它是常住的，跟他人无关，是独立的。那有这种东西，它一定是实在的嘛，实在存在在那里。哦，那我们说的无自性，就是事物不是以这种方式存在，那是以事物的存在是以什么方式存在呢？是缘起的方式。那缘起是什么呢？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都是依带的因缘而结的东西。这个就是事物存在的方式，但我们不会认为是这样啊。缘起其实就是这样，缘起如幻，自性空寂。哦，所以那个中观才会说哦，一切法无自性哦，即灭如涅槃。把好比我们生死动乱的子息啊，把这个生死的极灭涅槃来比喻一切法的真性啊。你看它在这里，对不对？其实它的当体就像涅槃一样，是极静的，是没有相的。理解吗？哈，是无受无取无相的。啊，一切法就是这样啊。虽然看起来宛然而有，对不对？但它的本质是不可得，自性不可得。好，这是一个考察，经过不断的考察，不断理智的实践以后，你所体悟到的。好，然后我们有这种文思的正观以后，我们在定地里面去考察我，这个最后成功的处证我所空，啊，这个当然你证的是我空嘛，哦，但其实也是证的法空，因为一切法就如同我一样，都是毕竟空寂，这样理解吗？哦，所以我们看那个359页这个地方哦，学问不问不厌广博，观行要二其观要，对不对？我们说观法品不是指的是一切法的法性嘛，哦。那怎么会讲我所空呢？哈，这边就讲哦，你学问你在正观一切法空，这个要广博，对不对？但是你要证得法性，你要由凡入圣的时候，观行要观其二要啊，要二其观要，就是你要在关键的地方去突破，那个关键的地方叫萨迦耶，那个烦恼叫萨迦耶见。就是我见，是你的对峙的观要，对峙过后呢，你就知道什么是我所空啊！哦，当然那个境界就是灭谛，就是无智亦无德，不取一切法，就是这样。哦，当然这都方便说，是一个神秘经验。哦，好，这个是三乘的解脱门，哦，所以是观要，知道吗？哦，不但是声闻说法空，哦，不但是声闻啊，哦，就说我空的不只是声闻，菩萨也是从这个关门进去的，说法空也不但是菩萨，哦，虽然我们在声闻的 教典里面，哦，只少很少地方说到法空，刚刚我们引的那个杂案经就讲眼耳鼻的生意嘛，那就触及到法空，但不多，知道吗？哈，观要其实就在我所啊，他们只从这个门入啊，但是前提是你不可能是执着法有，能够得这种我空，这是中观的立场。好，
这个一切法空哈，从我空入手，这个是本论，就是中论哈，如实体见世尊教义的特色。的确啊，哈，中观论对不对哈？我们看那个历代的论师啊，就应顺法师跟月称论师都同样的观点，他们把这个大小乘哦看作是一体的。好，那可能同学会问啊，那我就证声闻就好，我干嘛那么辛苦去证菩萨呢？哦，因为大家都会这么想嘛，哦，你是要三大生其劫难行能行，还是说三生六十劫我就入无余涅槃？你要哪一种？你要哪一种？一般我们会说证入比较快的比较立根啊，对不对？我干嘛跟你啰嗦那么久？我们赶快离开轮回啊！但是那个大乘经都说这个是没有志气的人会这样讲，就说你的解脱可以更有意义一点嘛，哈，像一个大白牛车啊，你明明可以让很多人共证涅槃，对不对？哦，为什么这种涅槃更有意义啊？不是吗？嗯，这种解脱不是更有意义吗？那我问一下，今天讲修习波罗波蜜多的时候，他的发心，为什么如何说他是小，能够说他小乘法，大概六十年就解脱了，他是大乘法，他如何会产生大小乘的发心的差别？我跟你讲啊，哈，这种解脱的过程哦，我们用一个譬喻，这个譬喻我以前也说过了哦，这是怎么说呢？生死是调和啦，哦，这大智度论的譬喻，说有人哦游过去像兔子一样，姿势不好看的，载浮载沉的，对不对哈？很难看，但是他还是到对岸去了，但是。大乘的菩萨是深究一切法的原底啊，人家是考察了一切。那我说考察一切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嘛？你知道这一切的原理，然后再进一步考察，这是毕竟空的，对不对？啊，这个叫深究其底，就像一只大象啊，它是脚踩着河底，脚踩着河床，背上驮着众生，这样渡过生死河。那你认为你要哪一种呢？不是大乘更有意义吗？可是我在考察之中啊，我当我决定的时候我就过去了。当然啦，你这样子，你必须广度众生哦，所以你的解脱之道会无比的漫长。但是漫长的解脱，这种在大小的分别里面，通常会说大乘是立根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空义里面包含了生死及涅槃的哲理啊，没有别于生死以外的涅槃，你怎么会在生死以外去寻求涅槃呢？他认为这种急求涅槃本身就是对空性的理解的一种缺失啊，所以我们一直会认为那一种急证涅槃的声闻哦，它本身的智慧是有缺失的。他不理解什么呢？此灭非真灭，就这个灭谛是失色的，你知道吗？那你还是要回过头来哈，去实践那个成佛的志愿。成佛的志愿就是净佛国土，教化众生嘛，度化众生，这是佛陀的愿力，对不对？我们说六念里面的念佛，为什么不念声闻？为什么不念罗汉呢？是因为佛陀特别啊，懂我的意思吗？那没有错哦，世尊跟自己的弟子，因为这些弟子都是沙门，所以他都跟他们说我所空啊，哦，跟他们这么讲，他们也这么传承，但是传着传着，突然不是突然啊，哦，这些声闻人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佛怎么跟我们都不一样。理解吗？他这么说啊，说你们要厌离生死，要观无常，要厌离这个身哦，要厌。但是佛陀本身不是这样，你们有没有发现呢？所以他们就开始说佛的本身哦，就开始记录佛的本身故事。然后从佛的本身故事说啊，这个菩萨他修了六度啊，有什么三十度，就好好有很多度，很多波罗蜜。
都是当时部派的学者哦，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大乘的名称嘛、哦、他们已经开始自觉的知道我们所证的果位跟佛陀不一样，那个内涵都不一样。可是这个虽然不一样，那佛陀在教我们考察，我们确实是如是考察。那现在如是考察是不是越过了生死呢？我跟你讲哦，考察的观要都是萨迦耶见，都是我见，对峙的都是我见。但是你在这个过程有修道风格的不一样，那修道风格是个人的意愿，所以呢，龙树跟那个无着，他们都认为有三乘啊。那说唯一一乘的就是天，只有一乘嘛、哦。法华经的立场是只有大乘，没有别的。但事实上是有这三种人啊。我说就是你愿意什么都无所谓，知道吗？哈、哦，这中论这个中论没有谈到广行，所有我们说大乘有广行跟深见，对不对？深见大小乘都一样，你要悟得无为法，一定就是像中论这样讲。不管你是大乘小乘，这是共有的，共同必须把握的真理啊，就是自性空，这样理解吗？你是声闻，你也要这样做。所以有二人在考察，我也这样考察。那、啊、你自己不考察，那你自己不能，当然我就要过去了。我还管等你去考察，不是啊？啊？你我这样子考察是不是？那你怎么能说我是小乘？那你自己不考察、啊？我跟你讲，大乘跟小乘的关键哦，在修道的风格啊，哦。他在实践当中愿不愿意去做这些广行啊、广大行，差别在这。我们会说声闻只考虑自利嘛，自己的道业增长、解脱生死，那别人的生死就随缘做一点啊，对不对？哦，你不听我的教化，他也无所谓啊，他所做一半的还需要教化你什么呢？所以有声闻，他是得正道也不愿意说法的。哦、那不愿意说法有一种是意愿的欠缺，另一种就是能力的欠缺嘛，对不对、哦、就像那个有的声闻他是被佛陀骂了以后精进修道、哦、然后成就这个长老记说的，他成就圣道就会唱一首歌嘛、哦、就是唱那个佛陀骂他的话这个是能力的欠缺，就是你要教他讲什么讲不出来，因为那个离名言相的境界，你怎么施设方便引导众生取向那个地方很难啊，那个除了佛没有人做得到，但你说舍利佛他就好一点，所以舍利佛跟目犍连是被佛陀称赞说哪里有舍利佛哪里有目犍连就不需要佛陀，知道吗？他们的智慧就差异这么大、啊、那 这些人都有菩萨的风格，舍利佛、目犍连还有富罗那，有没有？你看他就不太像声闻、啊、但是在那个时代没有大小乘的分别、啊、后来呢大小乘的对立再激烈一点，就变成小乘都是法有我空的、啊、法有我空的，我们是我法二空的，那个叫大乘不共，那个都是大乘的晚期才兴起的思想，其实就是大小乘修道风格的对立以后变成智慧也是分开的，那只有月称哦，它能够返璞归真，知道吗？佛陀的教门就是一个而已，你的关键就是从我所空、哦、就是佛法得道心生嘛、哦、出果就是追求的是七世过后你就会入于涅槃，就求人得人啊，你要入于涅槃、就是、但是菩萨不一样、哦、他从初地到十地还要再从、啊、初地到八地再经一个阿僧祇，然后从八地到十地嘛再经一个阿僧祇，那你想想看他能够在当中利益多少人，
所以你回去会念观音菩萨，他是十地的菩萨嘛，还在这个最后一个阿僧祇里面。如果你是那个出果，七世就解决了，你能度多少人呢？懂吗？哦，所以那种菩萨的无限的悲愿哦，才能够在生死之中哦。当然，八地以后是一生生就没有这些生死的苦事啊，人家是一生生能够到地狱去度化众生，我们不可能嘛，哦，声闻也没有这种道理，这是他们的差别，哦，这样知道吗？好，但是我们讲回来哦，体悟真理那是共通的啦，哦。好，这边就很重要啊。真如的体悟是要如实修习的哦，如实的修习哦。佛法的体见真理特别重在哪里？重在观察。哦，很多人就是记得一切法空哦，像那个我跟各位讲哦，就指名道姓的，这是《高僧传》里面讲的啦哦。他讲那个百丈禅师啊。百丈禅师怎么做呢？般若经都告诉你一切法是虚妄，对不对？那你又不肯实践，坐下，你坐在蒲团上，就是不要与一切虚妄法相应，不与一切法相应啊，这样就是在用功了，知道吗？哦，那他说的一切法不相应，就是白无不思啊，你知道吗？百丈禅师其实是这样的，其实那不是，你就你想一个没有一切法作为你的观境嘛，这个不是一切法空哦，一切法空是重在观察，不是结论，知道吗？重在这个观察，你就看一句法空，这是一个结论，重要的不是这个结论，重要的是观察，知道吗？然后观察是什么呢？以种种方法、种种理论，以分别观察，这个中论的27品就是一个示范，知道吗？你怎么对一切的理论、对一切的法住、法住智做观察？我们世俗的正世俗的智慧嘛，我说这个颜色是光波，就化越到最后，黑色的光波的波长代表黑色的真实性。啊，那你怎么去看破这种观点？这个是关键，知道吗？哈，以种种理论分别观察，去观察这个黑色哈，不可得。好，那你看你怎么观察了哈？久观纯熟，才能破除种种妄见。这个观察不是空无果哦，是破坏你对什么东西是真实的这种妄见。哦，我说的真实就是有自信啊。好，在沉静的直觉中，哦，悟达毕竟空寂性。你有这种正观，有了定力的帮忙哦，那就能够悟得毕竟空，这样理解哦。再来哈，哦，这不是侥幸可得或是自然触发的哦，同学，这句就是。中观众智慧的那个，就是这个是一个肺腑之言啊，哦。现在很多什么动中禅啊、正念啊，哦，说你不做任何事哦，那就是看，那最后就会显示真理出来。哦，你说是自然触发的还是侥幸可得的啊？在中观就没有这种事啊，你如果没有佛陀。来跟你开示这种真理啊，你能够侥幸处，如果这是可能的话，那为什么佛陀时代的这些禅师啊，哈，有的证得四禅，有的证得四空顶的这些外道，为什么他看不到呢？对不对？哈，还有那个外道，他得了神通，一定要有四禅，对不对？哈，他得了神通，看牛往生到天界。从此之后教导自己的弟子要学牛一样在地上爬，要去吃草，这样。为什么呢？对不对？你说他会自然触证，会侥幸而得，不可能嘛？你在禅定里面看到的，可能还很不正常，
你讲，对啊，都违反世间的正见啊，那有多糟糕，对不对？你说那个千子漫外道，然后就是那个，哎，那叫什么经？就是要杀掉自己母亲，要杀掉佛陀呢。有一个外道嘛，哦，那个他的老师告诉他要杀掉1000个人，然后做成纸幔啊，用这个纸头做的幔去供养天，对不对？这个就杀生祭天啊，对对，央伽摩罗也有这种外道啊，哦，那你说外道没有功夫吗？有啊，可能都有禅定端，你会相信他吗？但是他告诉你的东西很危险的，对不对？能给我有什么功德，对不对？所以定不是一个关键，知道吗？更不是说自然会有定以后就会触发这种智慧，这是对佛法太不了解了。哦，这个不是自然触发，不是侥幸可得，也不是专在意志集中的静定当中可以悟得的。哦，那我们说有些禅师为什么注重定，他认为定就可以开发智慧，其实都是在那个真常唯心的预设当中啊。他认为去除烦恼的静定真理会 自动显现啊。那前提就是你本身是一个像心体，就是一个模拟宝嘛，哦，只要把这些尘垢擦干净，真理就会自己显现出来，哦，因为心的本质就是真如嘛，所以你当然你擦掉这些污染污，真如就自己显现了，哦，但这是一个形上的预设，哦，这是方便，因为你对峙的烦恼其实都很像，哦，但最后一个预设就不像了，这样，哦，但你要把那个贪嗔痴对峙，把那个我爱我见我慢对峙以后，你是不是能正见这个真如的显现呢？他们会说这个是常乐我净的大我，哦，那这种说法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哦，这个就是涅槃不空的一种见地啊。你从空性当中，你空到外道说的我，空掉是我们知道的贪嗔痴这些烦恼，都空啊，哦，都让它不起啊，哦，最后会显现一个常乐我净的真我，啊，这个是问题。那虽然是问题，但不失为方便，知道吗？哈，哦，它是一种方便，但是如果你妄执这个不空的，哦，直取涅槃，那你证的啊，对，你是那种理论家，直取不舍，你是不可能证得我空的啦。啊，最，我们说有古代有禅师啊，哦，他静坐，突然觉得身心空寂啊，就感觉不到身体，哦，那只剩下一个定静在那。那定静一定是心发起的，哦，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啊，灵灵明明，恍恍独药，有没有？讲的跟道教讲的那个差不多，知道？这些都是定的别称啊，只是定静而已。但你就会觉得这是真理本身的体现，就成有所，哎，那就误会很大，啊。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那个大圣起心论，你要解释成中观的义趣也是可以的，哦，他的实践只有两句啊，哦，就是声闻的实践在关于念住念，关于念念物念意，关于念意念无意象啊。关于念意念无意象，然后大乘的关门呢，念关于念住念无住相，啊，这个念意呢指的是多元啊，我们的现象不是多元的嘛，其实只有一位是平等性，这个是空性，这个他认为这是浅进的，啊，就是偏真的涅槃。
那菩萨关于念住，就是平等的空性，念无住相一样。如果我要把它解释呢，这个就是空空啊。这个如果这样解释，就跟《金刚经》的意趣是一样的。对，实践上我看就跟中观讲的没什么两样啊。但是它是架构在一个形上学里面。对，好，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方便，就是人为希谈的方便，你可以这么看的。好，是不是那个禅定会帮助你去观呢？当然了，我说哈，唯心说，不管是唯识跟真常唯心哦，都非常重视定的。他们有那个经句就讲，就是经文的寄诵就讲说，那个如来的真身哦，一定要在清净的定性定心中隐现出来。他们有很多文句在讲，那你看唯识家的理论很常提到，就是那个十片禅啊，明明这个世界不是一切清嘛，但是你的定境可以让一切是清的，那你不会说这个是真实的嘛，因为它是假想。那可见就是说能够依着主观心事而变化，这个世间的现象会这样，可见这个世间不实，反而是心的片剂，这样啊。这些例子说是梦境是一般人有的嘛，但是他很常用到禅定里面的例子，可见的就是这个学派叫瑜伽行哦，那本来就是从一些修定的理论这边开展出来的哦。那你就如果我们多加计较，就是修定的人哦，容易外界是空哦，但是这个心不太能空啊，知道吗？这个禅定还是某种真实性在那里，对不对哦？这个是个问题啊。那你看《杂阿含经》说的眼耳鼻舌身心哦，还有意，就是这个意啊，整个事，眼耳鼻舌身意嘛啊，这个就是事啊，都是无所得，不可取。好，这个是一切法空啊。那你认为心智是可得的吗？心的本质是什么？明了性，对不对？哦，我们可以从这个明了性的来处啊，它是从根尘来的，对不对？那它是自身、是他身、是共身，还是无因身呢？我跟各位讲过哦，生无来处，灭无去处。你就去思考一下嘛，你熟睡不做梦的时候，那个心是不在还是在？你去想一想嘛，你醒过来那个心是从哪来？它的来处在哪里？哦，是一直在那，只是没有作用。它从自己那一方面现起的，啊，就是夜客魔把你救起来的哈，是在那里，是自身，对不对？事不在，无中生有哦，是从夜客魔，是从医生的巧手，哦，你的事从这些条件就冒出来啊，哦，那这个叫做他生啊。你认为事是怎么生起的？如果这个考察你还是搞不明白，你要去承认生无来处，灭无去处，事是如幻的，在缘起当中哈，哦，宛然而现啊，哦，就。这个灵明的觉性是幻然，你可以相信这一点吗？事是无所有，哦，那你就好好去想，为什么他生无来处，灭无去处呢？从条件中施舍，那什么叫认识？认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哦，就那个唯识家认为相见二分就是虚妄的，哦，那事的本体就有了，哦，那个九分四，他认为那个四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啊，九分就是他有九个过程啊，最后还是回到那个那个叫有分啊，就是四的本质哈，离开心所，离开心的作用的那个本体，其实我们都在创建一种自信的神话，就是自信的神形上学啊。你把它扩大，它就是神学，啊，这些都是我所的变形啊。只要有这些见地哦，就有我，就我们人世间这种我执带给我们的痛苦。那在神学的表现上，它就是上帝，
或者是道的真体，这些都是我所的变形的。那在佛教都是要扫荡这一切。我们，对啊，这时间到了。对，观法品就是在看破这一些我所的变形。所以这个圣道还离我们很远啊，你应该有这种体会啊，读了观法品应该有这种体会啊，不要去妄想什么现观，知道吗？你连正见都没有，怎么得现观？来讲跟阿赖耶去堕入妄想，会堕入妄想。你不要太看清这些方便，说真的啊，就是太粗浅的理解，那就不失方便了，知道吗？好，我们今天上到这里啊。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